各位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全球冠军优选的凡塞尔在中国的旗舰店，位于天津市。在我身后的这个整个的屏幕上能够看到全部都是凡塞尔用品系列下的全球的冠军们。那么凡塞尔旗舰店在我们天津博湖元旭这个地方，从我这个角度能够看到琳琅满目的产品们，那一一带您展示，因为质量永远领先，冠军的最佳选择。这里呢就是凡塞尔在中国的医院的工作室间之一，这是凡塞尔的仓库。佳姐，咱们身边的这位是负责什么工作？这是我们凡塞尔中国的总经理 Wim。She asked who you are. So as you said, I'm Wim. I'm responsible for Vezela Laga in China. We do in Vezela Laga. 刚才我也介绍了，他叫 Wim， 他是中国凡塞尔中国的总经理。然后凡塞尔中国目前主要是关注于赛鸽粮。然后也有一小部分的小宠粮和鸟粮。旗舰店落在中国，然后落在天津，和我们袁总这块是怎么相识和合作的呢？ Why we decided to put the flagship? First of all, because of Mr. Yuan. He's a great man. You know? 首先是袁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袁总这边因为也在做工程，和中国这些歌界的歌友都有结识，然后我们选在元旭也是因为首先地理位置非常好，还有就是天津京津地区这边的赛事比较激烈，然后袁总对我们也帮助很大。Wim 说对于我们来说，袁总是我们在凡塞尔中国可以有的最好的一个合作伙伴了。凡塞尔的幼鸽粮是165到170之间，然后如果您是凡塞尔元旭这边工棚的会员的话，我们最初是从139到143价格不等，就是有很大的这个优惠。你看Very good. Good man, good friend. Good friend. Yeah. 凡塞尔目前是有2500个单品，然后全球两秒钟就有一个小动物在使用凡塞尔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凡塞尔诊所的启幕仪式，我们邀请我们凡塞尔总经理Wim 袁总，然后李博。It's very short.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天津元旭凡塞尔赛鸽旗舰店啊。然后之前那个，算是我跟姚哥的也是一个梦想，之前也是一直有意在筹划这样的一个，能给大家做科学诊断。这个的话是我们能量丸，进口能量丸，然后它主要是用在比赛前用的，因为比赛的能量来自于哪里？主要还是脂肪、蛋白，那脂肪为主。这一包有多重啊？一包有15公斤。15公斤。对，但是我们有小包装，对，专门给国内的，因为国内歌友比较少，所以它我们有出小包装，2.5公斤的。哦，那这个产品又不一样了。这个是兔子。兔子用的，对对对，这也是比利时原装进口。像这些产品全部都是源自原装进口过来。有国产，我们在中国的话有一座工厂在江苏常熟，主要是生产信鸽、鹦鹉和小宠饲料。这个就是我们的幼鸽高级配合饲料了哈。对，这就是我们卖的最好的幼鸽饲料。卖的最好的，1袋20公斤。对，1袋20公斤。极品。专门适合小鸽子吃。凡塞尔它主要就是天然健康，它没有抛光，没有添加任何其他的添加剂什么的，所以是纯天然，非常健康。适口性的话真的是没有问题的，肯定是很好。对，然后你们会做那个发芽率的一个实验吗？有，都有，也欧洲也一样。
对，这是最基本的。对，这些都是这个就是优格饲料，都是优格，优格是卖的最好的。在欧洲，歌友们也是这样用吗？就每个阶段会讲究的特别细致。没错，每个阶段是用不同的饲料，不同的配比。刚才我看也有魔鬼饲料，也有魔鬼饲料，魔鬼饲料。主要是这个魔鬼饲料，我们有分大包装和小包装，有3公斤和20公斤。像今天这一次的，主要是除了我们的产品这边全之外，在咱们这个旗舰店，今天是凡赛尔的赛鸽医院。赛鸽医院的启用，对对对。那这个诊所将面向是哪些歌友来呢？全国歌友，全国歌友，只要有需求，对性歌有疾病或者健康的任何问题，都可以过来咨询。收费会不会高啊？收费的话，一定应该是很亲民，我觉得。很亲民。对。那期待着开业之后的这个首批客户们。可以，欢迎大家光临比利时凡赛尔全球首家旗舰店。2021年落户元旭生态园，2023年的今天，我们的这个凡赛尔的赛鸽诊所也开业了，然后欢迎全国各地的歌友参观光临参观。大家好，我是威廉，负责中国区的销售，欢迎大家来到天津旗舰店来观临。然后这边是应该是中国全中国产品最齐全的线下门店。如果是元旭腾飞工棚或元旭腾飞俱乐部的会员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折扣，然后是由我们元旭这边来补贴的，比市面上要优惠好多哟。欢迎大家。李波医生好啊，然后刚刚从凡赛尔的总部回来。对。对这个产品的考察情况怎么样？整体来说不错嘛，毕竟是做了几十年的这种90年快一个世纪的大品牌，这个企业文化呀各方面，就包括这个专业性啊，都是挺值得人钦佩的。你去凡赛尔工厂，你觉得给你最大的收获，对这个厂家的认知，就是比较有匠人精神，就是每一个细节扣的都很细，就首先说话很客观，比如说有一个新的产品是一个中链脂肪酸的产品，对吧，按他们的认知可能就是说了几个功能，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功能，只是脱离它的认知，对吧，我说了一句，然后人家马上就 no 没有，就是即便是他们自己的产品，你说了一个可能多的功能，再给它贴金，人家也是拒绝的，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他这个产品有什么作用，就实话实说，你给他加额外的作用，人家也不受着，很客观很真实，老外的话相对来说死板一点，死板一点的话也有好处，就是说他们出错率要低，很值得信赖，值得信赖，对对，很值得信赖。今天也是参加了凡赛尔在中国的这个赛鸽医院的开业仪式。对，您对凡赛尔的理解是怎样？我觉得过去养鸽子，历史上，天津咱们中国养鸽子也有那么上百年历史的，但是过去养鸽子都是按老的经验去判断鸽子身体状况。那么现在这个凡赛尔这个来开诊所，这鸽子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去诊断鸽子的健康程度，我觉得要比经验的要强很多。邓老师您好。邓老师觉得他这个凡赛尔鸽粮这一块整个的产品，首家旗舰店在天津成立了，是，您觉得怎么样？这产品用过吗？用过啊，我也经常喂。这个凡赛尔必定在国际上也是大品牌，鸽子喂的状态挺好，确实不错。这个大品牌的它肯定质量上会比较，是吧，比较重视。您比较喜欢他们家哪一款产品啊？喂的就是它的这个主鸽饲料，因为我一年四季就喂主鸽饲料。您觉得这一块咱们歌友来说有没有实惠的地方？有，很不错。因为现在呀，你很多歌友遇到了一些难处，查不出来这个问题，只有这专业的更专业的才能帮助到，只有是服务周到了，各方面这个做到位了，包括咱们的设备呀和这个产品的质量呀，肯定对这个性价比肯定是有一定的更好。多年之前是看比利时，以后赛鸽最大市场还是在我们中国的。您好，您是从哪里过来的？就天津市里的啊。您呢？一样。还有您，都是咱天津歌友。那这一次他弄的凡赛尔这个医院这块，您觉得？觉得不错，弄的挺好，有点看病嘛，都好。有用吗？有用，觉得有用是吗？太有用了。
非要打骂一点儿，搁的有点毛病吧，就是熬到那边了。能给咽咽吗？咱祖国这不还没有吗？这回不就有了？那咱以往靠点经验的这种，现在还靠经验这种做主诊断吗？这靠人是梦，哎，人是梦，还是这个好。借人家专业，对，人家专业性。嗯，反正平常被药都就是靠这梦的，靠这梦，平常的细节啊。是给出一个指导哈、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对我们当地来说，最起码身边的歌友都有用了啊。好，行，也祝你们在当地还有咱们参加全国的赛场都取得好成绩。好，谢谢。